我怎么能不在呢？还能欺骗我的学生？不要以为你头上装了犄角，就能跟我这儿冒充怪兽。你才怪兽呢！你是坏老师。你是不是说球球太胖，容易得高血压？这些人要抱不动嘛！哎呀，我球球连吃饭喝水都要小白喂，不是他跑不动了呀！快跑！应该给哎呀呀编首歌，就叫做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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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知道越帮越忙。得意的，呼噜呼噜呼。哎呀呀，鸡脚，不知道的手。哼，老跟爷又在干什么呀？粘来了，哎呀呀，在做里面粘的小鸡脚。可是等一等，没有看出来这是一个鸡脚。看不出来？呼噜呼噜呼！你看，哎呀，真棒！这回想多了。哎呀呀，刚才说要亲手做一个小鸡脚，不用魔法，最后还不是用魔法变出一对小鸡脚？哎呀呀，是为了让等一等看明白。哎呦，不知道说的又不是哎呀呀，不知道说是用魔法的。不知道，不会做，干嘛要说哎呀呀？哎呀，哎呀呀，这个满脸花花的花，非常的火龙。哎呀呀，不觉得这个鸡脚有点奇怪吗？哪里奇怪了？传说中的您，可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怪兽。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可爱的鸡脚？不知道，虽然不知道年长什么样，但是不知道知道年一来就可以吃饺子了。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。等一等，你知道年长什么样子吗？等一等也不知道，等一等查一查。不过没准就这么可爱。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等一等不用查了，等一等直接把年给变出来就好了。这样的话就又可以吃到饺子。不可能，年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怪兽，变出来年是非常危险的。不要想了。韭菜鸡蛋的饺子特好吃。哎呀，不想吃饺子。年年饺子，我再来点，我打。你是谁呀？我叫年。年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就是咱们这一次舞台剧《年来了》里扮演年的小演员是吧？我怎么没听哎呀呀说这么快就选好演员？我是刚刚来的。刚来就被选上当主角，那证明你很有表演天赋啊！能不能告诉老师你的名字啊？我叫年。哎，我已经知道你演年了，我说的是真正的名字。我就叫年。真的是人才，同学们看看，这才是演员，知道吗？人家已经进入角色。好吧，好吧，那你就坐在小白的旁边吧。不过年同学，你上课穿这件衣服不会不舒服吗？要不要换一件？我没有别的衣服。那头上的犄角可以摘了吧？这是长上去的，摘不掉。还挺幽默。好，老师知道了，你一定是长上去的。那咱们开始上课吧。这一节课的任务呢，是要为之后的舞台剧做一些布置，所以老师拿来了一些红纸，我们要在上面写上福字。啊，我一会儿呢就给大家发下去。火，危险！你干嘛？这样就没有危险了。什么情况？说，不知道把年召唤到哪儿去了。不知道，召唤了以后就看到了一道黄光，
不知道也不大确定的。不知道知不知道？不知道惹了祸了。坐下。说，不知道为什么偷偷召唤了您。大家都说年来了就可以吃饺子，不知道你只是想吃饺子。不知道这次不光吃不到饺子，还会被当成饺子吃掉。年有那么凶吗？传说中，年是远古凶兽，脾气暴躁，凶猛异常。每当除夕来的时候，年就会出现，向人类发起进攻。年来到了学校。太可怕了！小精灵要赶快把年找到。小精灵需要武器。小精灵们全副武装，小精灵们准备好了吗？出发！出发！小瓦工，这就是你们找的好演员，看看他干的好事儿。演员？不是你们找的吗？演咱们的舞台剧《年来了》的小演员，还是新来的同学。小精灵没找什么新来的同学呀、不可能，你们把服装都给他换上了，还带着犄角呢。等会儿，犄角。小喇叭老师说的是这种犄角。对呀、跟这个一模。伟大的国王，小喇叭老师看的是真正的你。那小喇叭老师怎么没有被吃掉？你们在开玩笑吧？一个小男孩怎么可能把我吃掉呢？小男孩，很有可能年会变身术，他变成了小男孩的模样，潜伏在学校里面，等到时机成熟的就出来吃人。等一下，你们的意思是，你们刚刚不是在开玩笑？我看到的那个长着犄角的小男孩是真正的年。那个会吃人的怪兽。坏了。我刚才特别特别凶的、特别严厉的批评了他。打！等一等，确定年刚刚来过这里。为什么？不知道看，看这张红色的纸已经染上黑色的墨汁。而且墨汁还没有干。不知道为什么年会怕红色？因为年害怕炮竹，炮竹的火光是红色的，所以年害怕红色。怪不得小精灵会穿得这么奇怪。好。小喇叭老师，现在负责守住门口，不要让任何人进来，以防万一。你们三个一定要小心一点。怎么墨汁到了这儿就消失了？年怎么会去校长办公室呢？年应该就在里面。为了保险起见，小精灵不能让别人看见。呼噜呼噜呼！呼噜呼噜呼！哎呀呀，没人啊！啊，好香的花生酱的味道！啊，花生酱！伟大的国王，等一等，不再等了。有眼看到了吗？没想到吃剩的面包还有这个功效，这回看你往哪儿跑！你这群小怪，看你这回还能欺骗我的学生！你不准伤害他们！你又是谁呀、我是年，年，不要以为你头上装个犄角就能跟我这儿冒充怪兽。你才怪兽呢，你是坏老师。你是说我是坏老师？火，危险！这个西西老师。要不是小喇叭老师的话，小精灵就完蛋了呀！多亏了小喇叭老师的胡萝卜汁儿。好了，我觉得你们好像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。其实这次最大的功臣不是我，是他，是年救了你们。
实不应该感谢我，应该感谢不知道。是不知道让我来到这个学校，这个学校真的太好玩了。啊，那还是你的错。其实不知道是想吃饺子，所以才把年给召唤过来。但是不知道，很想知道年为什么那么怕红色，还要把红色都滴成墨汁呢？这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留下来的祖训，红色是可怕的颜色。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，那真是老黄历。可是红色到现在代表着吉祥跟喜庆啊，看爷爷不喜庆。没错，哎，丫丫现在知道年啊已经不是可怕的怪物，现在是可爱的小男孩。其实啊，我是我们家族里的一员，我们家族呢都是人类的朋友，所以呢我每年来一次，只想给大家带来平安和快乐。欢迎你，大家都可喜欢年了，因为现在过年的时候最开心了。在这么开心的时刻，要是再能吃上饺子那就更开心了。小精灵潜入学校，乔装化身戏剧老师。戏剧教师，哇，你好！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呢？并不是所有人都欢迎他们的到来。怎么回事？那平静的校园，尽情的玩儿，爷们们。孩子们的秘密，阴差阳错，爆笑不断。呼噜小精灵最新播出季，每周一至周五晚上7:30正在播出。等要好好的，慢慢的，仔细想想，这个球怎么打？哎呀，早就警告过，不知道不要和等一等玩了。有那个时间，还不如来看看哎呀星座的头花。不知道觉得哪个好看？啊，这个，这个。小精灵们，小精灵们，快来救救球球！球球这是怎么了？不用说，不知道已经看出来了，球球。不是被大老鹰给叼走了，那一定就是被隔壁的大老黑给欺负了。哎呀，第一次见到凶猛的大老黑，就觉得一定会欺负球球的。没错，大老黑长得又大又黑，所以叫大老黑。停！你们说的都不对。医生说球球太胖，容易得高血压。你们快来救救球球吧！哎呀呀，怎么会这样呀？丫丫最喜欢球球了。可是球球好像是有点胖，这丫丫抱不动了。哎呀，哎呦，不知道一直以为球球只是毛多，没想到真的是肉厚啊。等一等，觉得如果让球球减肥的话，那就让球球多运动好了。哎呀，我也想过这个办法，可是球球他吃了睡，睡就吃，我带他出去运动，他就趴在地上不动了。小白别着急，等一等给小白想办法。呼噜呼噜呼，万能马鞍。这万能马鞍有什么作用啊？小白把这个万能马鞍套在球球身上，小白就能变身为迷你骑士，这样小白就可以骑着球球去运动了。真的呀？那我可不可以试一试啊？当然可以。好，小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呼噜呼噜，哇，太好玩了！球球向花园出发。啊，真棒！球球加油！小白注意安全。放心吧。哎呀呀，球球在这儿，小白去哪儿了？对呀，球球好像看的东西很眼熟啊。当然眼熟了，这个可是等一等给小白的万能马鞍呀。啊，那球球和万能马鞍都在，小白到底在哪儿？哎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。小白，小白在这儿呢。哎呀呀，小白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别提了，球球啊，他刚跑了一会儿就懒了，他就趴在地上不动，我叫他跑，他就把我给甩了下来。这个球球实在是太懒了，看来等等要再想想办法。等一等，确定这个办法有用吗？等一等，确定这个办法有用。哎呦，不知道还是很害怕呀。哎呀呀，不知道胆子太小了。哎呀呀！不知道，加油！不知道，加油！等一等，救命！
哎呀呀，球球终于开始运动了，不知道再坚持一下。坚持下，不知道就变成食物了。等一等，妈妈救救不知道啊。哎呀呀，等一等也去帮助一下不知道吧。不知道，小鸡快帮忙，快跑，快跑。球球能不能减肥成功？但是不知道，真的是瘦了一圈呢。我们都觉得球球可以这么拼命的追小精灵，证明球球是有果果的天性的。所以，球球又贪吃又懒又不爱运动，肯定是有别的原因。哎呀呀，真棒！哎，小精灵快看，球球连吃饭喝水都要小白喂。哎呀，不知道终于知道球球为什么那么懒了。哎呀呀，真棒！等一等。小精灵，不要着急下结论。嗯，吃饱了吧？好了，咱们走了。哎，小精灵，再见啊！啊，拜拜。嗯，再见。走吧，别动了啊。觉得一定是小白的零食害了球球，等等，觉得小精灵有必要把这个发现告诉小白。小白，小白，小白。哎，小精灵们，你们是不是已经找到方法让球球减肥了？没错，小精灵已经发现了让球球发胖的罪魁祸首。嗯，罪魁祸首。嗯，谁让球球发胖的？我要找他算账。就是小白自己。我自己？怎么可能呢？我那么喜欢球球。不知道知道，小白很喜欢球球，但是小白每次吃零食的时候，是不是顺手都要喂球球呀？这倒是，就是每次啊，我看球球太饿了，就是喂他一点而已嘛。可是小白知不知道，吃垃圾食品是会损害健康的？况且狗的消化系统跟人类不一样，所以狗狗不能吃人类的食物。小白啊，每次来到公园呢，都要带着球球散步的，结果呢？只顾着自己偷懒，在这里偷偷摸摸吃零食，所以零食全部没收了。球球之所以这么懒，而且爱吃零食，是因为作为主人的小白本身就很懒啊。小白，要改掉这个毛病。好的，谢谢小精灵们的提醒。哎，零食已经没收了的。球球啊，对不起啊，都是我的错，才让你养成这个偷懒吃零食的坏毛病。以后啊，咱们一起努力改正。走，咱们去，我要去啊！走吧，再见，小白，再见，加油！哎呀呀，哎呀呀，觉得很快又可以看到健康活泼的球球了。不伟大的国王，小精灵还会看到一个圆滚滚的不知道。哎呀呀，哎呀呀！受不了了，等一等也太慢了。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再研究出球的力度。嗯，不知道都睡醒了，该不知道了吗？嗯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再研究出球的角度。哎呀呀，不知道都已经睡了两次了，等一等怎么还没出手啊？算了算了，不知道还可以睡三次的。别睡了。不错不错，继续努力。胡老师的声音。胡老师居然在表扬人，不知道不能错过。哎呦，好疼啊！小白真坏。哎呀，对不起，两位小精灵啊，刚才呢，由于太兴奋，连门都忘敲了。兴奋？为什么？因为呀，我想告诉大家两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哎呀，最喜欢好消息了。那当然是双喜临门了啊！第一个好消息呢，就是球球在我还有小精灵的帮助下呢，终于恢复健康，减肥成功啦！
哎呀呀，太好了，球球终于恢复健康了。哎呀呀，真棒。嗯，第二个好消息呢，就是关于我自己的了。嗯，因为我和球球一起锻炼，一起努力，所以呢，我的体育成绩也非常有长进。我老师呢，刚才还表扬我了。哎呦，原来是表扬的小白呀。对呀。小白这圆滚滚的身材，没想到还有运动健健的潜力呀。哎呀呀，小白真厉害，小白真棒。哦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以后不敢了，以后不敢了。哎，干嘛呀？你老师，你今天怎么那么粗啊？你那玩意儿呢？没了，别搁这儿了。好，可以，刚回来。我太坏了。不认得过啊？哎呀，不知道演的是哪出啊？睡美人。不要说话，我们现在的注意力应该集中。节奏，不好意思。这样都不知道。不知道是不是偷吃了生日蛋糕？没有。不知道，你干嘛笑？讨厌。我是胡老师，这给我打开，贼！导演，我的眼镜没拿走吧？